抓蓝鬼打一把 PK 好吧，这必须得开男人号打一把 PK。啊，兄弟们都说不会操作，我们打一把 PK， 我们来设置一下药品，设置一下这个药品。带一个，带这么多九转，死不掉啊！带这么多九转干嘛？带个五个五浓丹，对不对 ？OK， 稳健，兄弟们很稳，对吧？一个小男，五个五浓丹。这个风珠也不用了，不一定什么天气，九转的话带个四个差不多，搞起兄弟们。嗯，法宝的话别带七宝，好吧？高端 PK 的话必须七宝得安排一下，我看一下七宝在哪，副战号啊，七宝，带个七宝，带个四血幡。对吧，带个七宝，带个四血幡，叠漫天，怎么说兄弟们，先叠三把漫天再打 PK， 怎么说兄弟们，带毛七宝，带两个四血幡，先叠三把漫天再说，真的找两个对手看一下有没有对手。这边有一个175级的神木宁啊，先来给他安排一下好吧，先来看一下这个号的威力，兄弟们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这什么鬼啊？打错了，下一把。对面怎么四个人啊？啊，对面还带了一个什么？对面还带了斯托宁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要约战175，只显示空闲的。他们该不会都是打这一种比赛吧？啊，人数一个人对吧？不会吹牛。钓鱼岛，单挑，单挑，钓鱼岛浮战，钓鱼岛浮战盘丝对吧？就打他，兄弟们。哇，他给我们直接接战书了。钓鱼岛浮战盘丝，钓鱼岛浮战盘丝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打盘丝的话我们多带几个五龙丹嘛，好吧，九转少带几个吧，多带几个五龙丹。钓鱼岛浮战盘丝，都说大炮不会玩 PK， 两个四血幡就不带了，咱们走一个正常的路线好吧，咱们走一个正常的路线。打风系的话还是要带七宝，带一个七宝吧，带一个减少宝宝伤害的吧。四星博的话可以降低对面宝宝伤害，战神仙灵宝的话带个定身先行。哎，这个号没有定身先行啊兄弟们，那解不了封啊，只有尺子啊，只有尺子没有定身先行，我的天，这浮战号的话居然没有定身先行，这个就很难受了。来开局的话三号开，这边可以招很多宝宝，他这个号的话好像没有锥子宝宝，兄弟们技能是多没有锥子宝宝，兄弟们这没有锥子宝宝，没有锥子宝宝直接把魔镜激发搞起，真的追个胶啊，追个胶啊，魔镜激发，对吧，先稳一点，来一把野兽对吧，这边的话可以来一个地勇青年，来一把野兽，来一个永地青年，就这号得变身你知道吧。哇，这宝宝也猛的，对面这宝宝也猛的。哇，我这宝宝也挺猛，先出宝宝下回合再变身，他这回合可能要封我们，我们先出个宝宝把宝宝出齐吧，好吧，出个能出个宝宝，我这个宝宝顶个药，给宝宝顶个药，擂台药也不花钱，顶个药，他吃不吃药是他的事，反正我得吃药，他也吃药，这一飞机感觉就没了。
给宝宝顶个药，顶个药。这宝宝都犯下屠刀啊！哦，先亲咱们小孩对吧？哥先给你来一把飞机，来一把逆风飞翔。飞吧，正好他一速啊，他出宝宝我飞机，兄弟，一刀，一刀，一刀，哇，怎么这么多金甲？一刀，一刀。他怎么不封我啊？出个配速，出个千速给宝宝顶个药，这宝宝可不能死，好吧？看一下对面起盾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对面是大炮找的演员，兄弟们？怎么都不封我啊？对面下一回要出宝宝，我们正好接飞机，好吧？对面下一回合肯定是要出宝宝，好吧？下一回合要么封我，要么出宝宝，我们来一把高端操作，好吧？高端操作，兄弟们，高端操作，来一把，加魔镜激发。我看一下，我宝宝平砍我，好吧，这边的话直接喂一个武农丹，让对面连封我的机会都没有。兄弟们学到没有？对面直接罚站，哎，没砍中，对面这没砍中，对面封我了，你看没有？这没砍中，兄弟们，这高个胶啊，一把催眠吹进去，我这没砍中，我的天！这难受的呀，就对面，哎呦，就我喂一个武龙丹，对面正好封我把我砍自己破催眠一把飞机，哎呦，这他妈难受了。这很难受了，这感觉又要敲了，兄弟们。他下一回合没有操作，他下一回又要封我们，好吧，他下一回合100%封我们。两回合出一个宝宝，他这一把肯定得封我们，好不好？宝宝再拍自己，对吧？这武农丹，这能拍中了吧，大哥？拍，可以套路，你看没有？他想封我，对不对？不存在的，兄弟，学到没有？别以为炮哥没有套路，学到没有，兄弟们？学到没有 ？PK 是有套路的，兄弟们，学到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封不了我，真的。没有任何办法，神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封咱们，你懂吧？封不了，好吧，就是封不了，好吧。封不了，来个地厅吧，把四个地厅，好吧，四个地厅，来个地厅吧，来个听歌吧，给宝宝顶个药，来个地厅，亲亲宝宝也行，我出地厅，我怕他出，你懂吧？他出顺法，对不对？我出个快地厅，对吧？下一回合可以亲宝宝吗？下一回合的话，我不敢吃武农丹了，因为他下一回合的话，肯定又要封我，好吧？我们下一回合来一把破血关公，好吧？来一把破血关公，清一下这个电魂伞。对吧，加一把魔镜激发，跟一下这个三个油爆，给宝宝顶个药，反正药又不用钱的，千速地听啊，我这个是千速，对面打尺子，
魔晶激发，谛听先出手，可以秒一个瞬法就不吃亏，你懂吗？秒一个瞬法就不吃亏，秒六百也行，谛听多没关系。这把破血完攻有点亏，说心里话，这把破血有点亏。一刀可以舒服，下回对面出宝宝，哎呦，这宝宝连神几把，痛苦兄弟，哇，这宝宝也猛的。下一把对面要出宝宝啊，兄弟们，下一把对面出宝宝，好难打，头晕。变身还有几回合？变身三回合，这一把不管了，先飞，飞了再说。同样的套路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对面应该是要出宝宝的，讲道理，好不好？封我们，他不太敢封我们。说句心里话，顶个药，给宝宝顶个药，平砍的，贴一下。别中！平砍可以。下一把飞机是一定要飞出去的。下一把他没有操作，百分之百出宝宝，他出宝宝，我们正好接飞机，最后一圈飞机了，好吧？最后一圈飞机。加个魔晶激发，解个封，啊，对面可以卡封我，对面再换阵法，宝宝有四息还好，接一把飞机就不亏。OK， 飞机，法哥你别神啊，孙哥你别神，别，我咱们又神了呀，我的天啊！哇，大哥啊，你知道我打 PK 赛这个宝宝还这么神啊，神，这个就难，这个就很难受了，兄弟们，咱们的宝宝一个不神，他的宝宝狂神，我操，这要输了，兄弟们，这要翘了，出个壁垒DP吧，别神了，再神真要输了，兄弟们，只有两个药了，给人顶个药吧，算了，大哥你别神了，大哥神再神打不过了，兄弟你别神了，兄弟，对面其他下一回对面得封我们了，死了，下一回变身不一定好变出来，下一回好变身吗，兄弟们，没关系，这也得变啊，能不能变出来都得变啊，必得欺负变个身吧，给个面子行不行，跟伏战高手之间的对决，给个面子，变个身，兄弟。对面出谛听了，哇，难受，兄弟。这谛听一出，这要输了，兄弟们。他下回合要给谛听加敌的，他下回合要给谛听加敌。我们来想一下怎么操作啊？他下一回合100%要给谛听加敌。我宝宝的话是一速，他是二速，他给谛听加敌，我一速。点拉自己没有用，一速点拉自己没有用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一把没有操作，只能飞一把，好吧，宝宝的话有四息，给宝宝顶个药，此外禁锢三回合，力 劈一下，顶个药，四息应该能吸得住，兄弟，四息能吸得住吗，大哥，亲哥，亲大哥，大哥吸，人是肯定要死了，吸，还有两回合，兄弟，吸，可以吸，再吸，吸，可以舒服，哎，舒服 ，OK， 我们还有两回合就要起来了，对面宝宝有壁垒，不能按反御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大哥，撑住，就两回合了，两回合咱们就翻盘了。大哥，撑住啊，大哥，一定给我撑住、啊，再神一把，亲大哥。对面好像也没有宝宝了，还有一回合，宝宝不能按反御。不能按反御，兄弟们，这宝宝没有死完，没有法凡，
我下一回拉起来就是一把飞机飞起，飞完之后就听歌听起，直接就赢了，兄弟们。对面也没宝宝了，对面。对面接罗汉了，你看没有？割起来了，对面给宝宝加魔镜，你看没有？对面好像最后一个宝宝了，感觉啊。啊，劈不太动，无所谓，兄弟起来了，逆风飞翔了，兄弟们，起来先飞一把再说。那这不赢了吗？差点又要挨喷了，这操作没问题吧，兄弟们？我感觉我们这一把操作一点问题没有，很 nice。对面卡风，牛逼！对面居然会卡风了，兄弟们，别死啊，大哥！可以，宝宝有吸，哎，人没死，人没死，但是对面如果计算血量的话，他又卡风，我怎么办啊，兄弟们？罗汉最后一回合，我得换一个地听，我得换一个速度快一点的地听，比他宝宝速度快才行。解不解封都无所谓了，好不好？好吧，解不解封都没关系了，不用解封吧？我感觉真的，兄弟，解个吧，多500点血死不了，对吧？五龙单大金用来顶个500点血死不了就行。对面起盾 ，OK， 速度慢可以，没，这怎么又死了呀，兄弟们？这很难受啊，他这个千速地听 我得出个地听啊，不出地听翻不了盘了，出个四二技能的地听，我拉起来他卡封我，对吧？地听出手我换宝宝，下回我地听可以出手，他千速地听没有伤害，秒我的这个慢地听秒不死，我地听出手直接翻盘。韩琦默默这个逼很聪明， OK， 还好哥聪明，还好哥聪明，对吧？别死了大哥，亲爹亲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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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103点血，可以舒服。兄弟，怎么说？兄弟，这一把怎么说？这一把没花招了，只能直接加敌了。希望给自己喂个五龙丹，没花招了，兄弟们，没有花招了。他这个地听能不能秒600点血啊，兄弟们，600点血，对面起幻金术，法术反弹。600点血，别秒600，别秒，秒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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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秒700。我们点着这个秒，别反正给哥震死了，兄弟。OP， 这难受了，兄弟们，这很难受了，兄弟们。我跟你说，现在只有飞机起来，起来补他封不中我们，一把飞机是我们唯一的出路，真的没办法了，好吧。一把飞机是我们唯一的错，别别别别别，大哥大哥大哥，亲哥亲哥，别中别中，别别别别，下号兄弟们，下号下号，没了没了，尽力了兄弟们，尽力了，打不过对面钓鱼岛浮战盘是输了也不丢人嘛，我感觉我尽力了，兄弟们，我尽力了。那么再来一把，给个机会。再跟他约一把，兄弟们。